笑，你自己身上，你先把它全部抖下来。他们吃到会不会怎样 ？No, this is not part of the plan. 你还需要，你还需要多少？我们这边还要，你喂过外的，这里这里，快点快点。想吃，想吃，叉叉在这。宝宝，我们要去 Chicago 了。啊。东西都清空了，剩下留下的这些都是要给我学妹的，这些都是她的了。这个送给我学妹。会想着你吗，宝贝 ？I will. I definitely will. 这两箱是我要带的。我跟 Justin 现在刚过完海关。Justin，有什么感想？有什么感想？就很累，一是因为要带这两只猫，然后过海关要把他们两只猫都抱着。就是拿出来，然后过海关，所以我们就会被抓。所以我这边就是被叉叉抓，我抱叉叉，他抱波霸。那波霸就是一直哭叫，叫超大声。他就在等上飞机，要飞五个小时。先这样，我们等一下芝加哥见。Justin， 拜拜。拜拜。忘了跟大家分享我的物美。我在台湾的时候去物的，在高雄。对，然后这个是已经补过的状态了，今天才就是还剩一点点加在上面，几乎已经没了，因为有些比较硬的，就还没有整，就是还没有脱落。我自己还蛮满意的，因为我很讨厌画眉毛，我就是我现在有物美之后，我可以只画一画口红，我就可以出门。因为我眉毛，我觉得是我脸上我最缺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一定要画眉毛，不管怎样。莎莎，眼睛那么大，伯伯，爸爸，爸爸在租车。我现在在 PetSmart， 就是要买他们的猫砂。对，然后刚发生一件很不幸的事，就是。我拿出相机，然后在路上，我走到 PetSmart 里面的时候，我竟然把我相机摔了，就这样子滑行往前滑，所以我相机现在就很多刮伤，我要疯了。对，我要买猫砂盆，还有猫砂，还有食物。对，就这样，我要赶快了，因为我觉得那个叉叉跟波霸已经要进去吧。是洗衣机跟烘衣机，然后厕所在这儿，我觉得都还蛮大的，比起以前的好非常多。然后房间很大，但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我妈去买，我妈先下去接猫，但她超烦，她就一直乱叫。然后我刚刚在找他们这个的那个。我帮他买那个喝水的，但是找不到了，然后放在 Justin 车子里，所以明天才会拿到。你看他就当一只脚，然后波霸就超乖的。我一拿出这个东西给波霸看，波霸马上就来蹭我。波霸，蹭蹭。嗯，你看波霸多乖啊！我们去吃饭饭好不好？波比，波霸很聪明。波比，然后这边就是等我晚上回来再整理算了。我们现在在 Target 的里面的停车场，要去买东西，就一些家具。我现在超级累，我其实走不太动，因为我所有的鞋子都 pack 在 Justin 的车子里 ，Justin 车子明天才会到。然后我现在，所以我就只有一双凉鞋，然后穿着它走。很久，所以我脚很痛。嗯，然后我在飞机上只睡了两个还三个小时，好累，哎呀，好累。嗯，真的很累。有太多东西要买了，没有办法。
说，嗯，可是我知道会想起来，对不对？嗯，好吃啊，素汉堡还可以这么好吃。This is an epic sauce. Let me try this. Let me just lick it. Lick. This is Thousand Island. One. Hello, Chelsea. You what? 怎么弄的？吃到头发上，吃到衣服上了。我的翻译看喷汁哎，我。对啊 ，That means it's like really, really.Sunny side up. 看来我白色的衣服都是蛋黄了，我拿回去需要手洗。我 like this one. This one's softer. Let's get this one. All right, 我先买这个，就这么简单。最好价钱 for queen. Okay, now what else do we need? Take out your list.We need a mattress. We need a comforter set, right? Yes, comforter. We need bed frame, babe. Bed frame, 我可以看看它没有好的。再等吧 ，bed frame. Okay. 来给大家看我的黑眼圈。我黑眼圈超级深。我们已经在 IKEA 买完东西了。超累。他的手感觉受伤了。我的脚感觉也受伤。这是我们的 mattress， 还有。这个是一个小衣柜，要放一些贴身衣物啊、袜子，有的没的，还有裤子。剩下就是垃圾桶这边，棉被啊，有的没的，对，就是这样。赞。然后我们会接下来会去 Best Buy 买电视，因为我是一个。不太需要电视的人，但是后面那一位先生非常需要看电视，他很喜欢大荧幕。现在在等，然后我们现在等结账。今天是最累的一天，但今天撑过之后就没事了，就不是没事啊。当然，这整个礼拜都会有东西一直需要去弄，需要去买，但是。就是比较过了今天就会比较轻松，因为该买的东西就都买齐了。Hello， 恰恰。现在这边是星期三。我从加州飞到芝加哥的时候是星期一。然后之所以为什么去完 IKEA 之后就没有继续录的原因，是因为我真的太累了，而且我就是。那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睡眠不足的关系，我觉得我有点就是快要感冒了，就很不舒服。然后我又肩膀拉伤，我到现在还很痛，还有脖子。所以我那一天就要处理非常非常多事，搬一大堆东西，有的没的，所以后来就干脆不录了，想说等到就是我弄稍微比较好，我人比较好，然后就是好一点，然后稍微就是家里弄得比较干净一点，我再继续。录好了，我现在就稍微给大家看一下有的东西好了，就是房间已经其实我已经整理的差不多，所以这个是房间一进开门一进来，右边就是更衣室，我昨天整理好的，这边就是外套，上面包包 ，Justin 的衣服跟我的衣服，波霸躲在这下面。然后这边我之后会挂一个 organizer 在这边，还有灯跟床，还有一只猫正在走过来。这柜子昨天 Justin 弄了大概3个小时才把它弄好，弄超久的。这两个就是 organizers 是我从加州带过来的，那时候放在 Justin 的车子里面一起运过来。再来就是，哦，这个是一个就是吸地板的，这边这个是窗帘，之后要把它挂着，再挂在这边。这就是一个跟我在加州的时候一模一样，真的是一模一样的书桌，在 Target 买的椅子。
反正就差不多就是这样。我之后会去买个床架，本来是打算用寄的，你知道吗？但是因为我们这个 apartment 有些限制，它这个地方很好的是它都会帮我们收包裹，它会就是让我们登记一个系统，然后你 sign up 之后，你在网络上订包裹来，然后你就会收到简讯，它会提醒你，然后它会给你一个 code， 你就下去，然后打那个 code， 你就可以拿到你的包裹。但是他们就是有，因为就是每个 locker 都有它就是一个尺寸在，所以它有规定说不可以，长宽高不可以多过多少，然后，你的包裹不可以超过23公斤，然后他有说标定家具，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床架有的没的，看他说可以定就是 mattress， 但是 bed frame 不行。我们对床架也有一个就是要求，就是他不要有床底，因为猫非常爱躲在床底，就很受不了，所以最后我们就在 Walmart 订了一个床架，下礼拜我会到。现在那我就要去Target 再买个吸尘器吸一下地板这样子。然后客厅其实现在还没蛮空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对，就是猫砂盆、食物跟水，猫的食物跟水。厨房就是一些食物，都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东西，所以我就等之后我还会再特别录一个，就是我的 apartment tour， 到时候再一起跟大家分享。就是你了，就决定是你了，皮卡丘。Like a right？ 右边吧。我不知道在哪里。我们现在要去买那个钉墙上的东西，或是粘墙上的东西。买到了，这个。Heaviest duty。可以承受7.5磅一边，我们要挂两边，又买两个这个，上去结账，所以就是吸尘器这个一个 pillowcase。还有 a pillow sheet， 跟这个你要装什么？这个就是装什么小东西。你有什么小东西？像你的小那个什么？对。我们要的沙发到，这沙发是就是刚刚去 IKEA 的买的那个沙发。就它可以把这个后面放下来，然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床。对，跟 Justin 吵架的时候，大概他会睡这里吧。所以呢，这支影片差不多是这样子，从加州搬到 Chicago 的 Vlog， 就是这么的无聊，因为特别有趣，我自己觉得。但是就是记录一下我的生活。但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还是不要忘记给我一个喜欢，然后 subscribe to my channel。就这样，大家下次影片见了，拜拜。